哦，来，哦，咱头就讲啊吼，咱今日咱秘书长发觉到遮事实了后，咱去控告美国。咱告美国总统、美国国务院、甲美国的国土安全局，对，国安局同款意思。咱去告美国，咱2006年，咱正式，咱秘书长率领228个代表228事件。228去控告美国，咱告这十大罪状，对对，违反政治法，按咱本土台湾人民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国民。第二，无任何法律的依据，按咱台湾领土强行纳入中华民国的体制。第三，就是蒋介石集团按咱台湾的财产，就是一股，给咱换40000元。3500减租，所有咱台湾所有的财产拢给没收去。好啊，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、第九、第十，哦，来2006年12月20日，咱228教授博士去。美国地方法院控告美国，咱告台湾地位甲咱的人权诉求。2008年3月18日判决，咱本土台湾已经60年无国籍、无国籍承认的政府，咱台湾。你准那在中华民国，咱是无政府的，无国际拢无承认的呢。人民生活政治联合，承认台湾阁是美国军事占领中。美国行政单位要主动合作本土台湾的人权诉求，哎，我想说，啊这咱个人啊，这判决出来啊，有无？吼、哦。台湾民主台湾的定义就是沿大日本国籍是台湾人民的后裔，所以好不容易说你是皇民后裔，就是在讲，哦，2009年4月初7日国判决，这就是高等法院那个上诉，这个本来60年变成4年，经过个4年法院国判决也维持原判。有啊无？那四年本土台湾无国籍，台湾无社会性的政府，人民阁是政治联合，台湾阁是美国占领中，美国应该合作咱台湾，援国诉求，阁维持原判。哦，这是高等法院哦，所以咱阁上诉最高法院，2009年。八月初六，美国国务院马上宣布阿未判哦。8月初六，伊马上宣布放弃抗辩权，伊无阁该讲啊。安怎讲？因讲恁讲的拢属实，伊无法度阁甲你讲啊。伊拢承认，承认所提到十大控诉，伊拢接受，没有一个是假的，都是真的。2009年10月初5日，最高法院宣布搁置本案。警告你，美国国务院放弃啊！我跟你讲了，表示伊认输啊。为什么搁置本案？中华民国就提这句话跟因讲，台湾民众有告输。但是后边我跟你讲，待审。为什么？并要求政府依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规定。正确行事，有无？哦，我现在告诉本，我现在讲给你听，咱回头转去。来，各位，咱本土台湾原国基本上已经60年无国籍，无国籍社会承认的政府，人民生活政治联合。好，来，请教你各位，什么叫做无国籍？您敢知？
咱讲一个简单的，就较好解了解。如果恁的囝、恁囝，今日去娶泰国某，还是这个中国某，还是菲律宾人，只要伊也甲恁顾，恁家的财产拢伊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恁无国籍。你们没有国籍，哪来的土地，哪来的钱？对不？为什么咱台湾呐去出国去把某强求，咱台湾的代数无人加参，怎个无欢迎？有啊无？电视嘛在讲找不到大使馆，有啊无？大使馆人员，因为伊嘛知啊，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，根本不是国家，伊是要哪个清楚？伊无权利清楚啊，所以伊羡慕恁俩。所以咱若计拄着代志，这海关来啥物？为啥要用安尼武力糟蹋？因为你们没有国籍，所以若甲你告，恁财产拢无去。恁今日也摕大民政府这个身份证出去美国，快速通关，搁甲你徛咧。但是你也摕中华民国护照，歹势，搁入去房间，天光光检查，因为你们是难民。你无国格的耶，所以你看，咱无国籍，为啥美国翻译特别写这出来？就是这真严重。咱今日来过这个国籍，咱无国籍，新的政府，咱无政府啊，咱无配国的耶，你敢过嘛？过不赢？你要用啥过？人民生活政治联合，下面叫政治联合。各位，恁去投票是投什么票？恁知无？恁投中华民国的票嘞？恁是常常讲恁是台湾人，啊，恁讲恁台湾人，结果去投人中国，中国人的总统，中华民国是中国呢？恁去投人的中国人的总统是什么意思？啊，恁讲恁知啊？恁投一个票爱花偌济钱无？全世界无这个呢，去投票阁付钱，付人钱呢？干啦，全世界都个台湾这个国家，嘛未说个台湾不算国家啦。恁知恁在来花多钱无？无人知吼。候选人一张票领三十，所以马英九选总统领几啊千万有啊无？蔡英文领几啊千万有啊无？迄啥个钱？拢咱的钱。嘿，三十块了。因的党，国民党、民进党也好，什么党、台联党拢好，只要有选，因的党一票领五十块，领四年，拄拄啊230块，甲恁扣去。看恁外外选，因就外外甲恁扣。全世界无人安尼的哦，甲咱台湾这个，咱讲给美国听，美国嘛歹信。我你去调查看一下。所以为什么也讲这个政政治联谊？因为去调查属性，所以欢迎在判决政治联谊。咱台湾不应该去投票的，咱去人投票。啊，为什么要投票？就该就较早讲，为了讲投票无？安怎讲？因为美国甲规定的，伊讲你是讲民主对唔对？好，啊，你民主用一党独大来使，对不？所以。我都伊爱出来用算的，啊算了变安怎？马上下令买票，用买票的，拍谁？用买票，因为安怎讲买票？因为美国甲规定，你也无超过50%，拍谁？你要等于代表，因为台湾百姓无用合理，伊来等于代表啊。所以恁若卖去投票，照咱台湾家己管啦。啊，咱台湾都唔知啊，去政教就讲西乱，甲咱骗。啊，台湾佫重情重义，故意老实歹搞。啊，说着三宝啊啦，四金宝啊啦，啊三节公啊啦，啊啥物啦，啊就
拜托啦，拍死啦，啊，无人头拍死啦，啊，就迄人什么华山林，啊，就提个几百块、几千块，啊，真敢收啊，啊，你无人头，敢会得？啊，就去个投，对不？啊，投了票是超过50%，对不对？那就干脆提去美国，你看，台湾人拢爱我个管，伊无我个收你真艰苦，所以恁投票叫我个管，你看50%以上，就是恁在台湾投好伊个。啊，咱台湾因为我唔知道为啥咧投，啊，拢是过即个人情，所以你中华民国法律你个看。情理华，全世界无人讲法律讲用人情摆在第一的，就是中华民国。所以咱后边咱民进党执政那是啊，法理情，法为中，情摆在后边。只要卖违法，都会使讲的，违法免讲。啊，现在我来讲后边咱的福利，咱后边我再互恁了解，吼、哦。所以咱。这个政治的美就是两党，就是美国占领中的，就是美国军事政府的占领。哦，好来，2009年十月，最高法院宣布各自本案，为啥各自本案？大家敢会了解？啊？我先跟你讲，无国籍哈，唔、哦、是。因为咱国赢嘛，对不？美国嘛承认咱赢嘛，因国无伊嘛承认啊嘛。啊，美国话伊讲恁该赢，啊，我是爱交互恁，对唔对？我爱互恁嘛，啊，恁人呢？恁人呢？伊讲，嗯，奇怪，啊，人，我台湾2300万人唔是人哦，对不？是咱是咪有啊？咱2300万人对不对？人美国歹势，你阁等于看清楚，恁的身份证写啥？中华民国，对不？啊，恁准过呀？我要害你！啊，我害你中华民国！啊，你来就搞过！啊，你准是咪中华民国的？啊，你过啥意思？你准是代表台湾人搞我过的呢？啊，我是要害恁台湾人。啊！你台湾的对啊，你无提我证据我看，啊！你的证据在对，是不是啊？你看咱外可怜啦，咱都搞不清楚呢。隔壁个尴尬，又安怎样？恁等于去提恁祖先的日本资料，中华民国无日本资料，无伊的日本籍，咱的祖先才有，对啊？唔对？咱较早阿公是日本名。对不对？你去清一份，你去清看嘛，你就知啊。真侪人唔知影，清了了才讲，哎，阿公阿公那日本名，阿公那日本籍的，那真奇怪吼、哦。借问的各问各位，教甲教生的是啥物？教嘛。啊，嫁甲嫁生的是咪嫁？啊，中国人甲中国生是中国人啊。啊，奇怪，咱台湾生那变中国人，咱是日本人啦、啊，啊那变中国籍的，但是咱。从头到尾没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，因为咱叫动国民党敢洗脑，洗到大龙宫去，所以当初人家讲你不能我把避免呢，赶快意思啊！所以你那要是正确的，因为蒋介石把咱洗脑洗到才成功的。啊，像那样，因为咱台湾人吼较早吼去有大家惊，去有人大家惊着，所以咱较早时代讲囡仔人无依无随，唔通乌白讲话，安怎讲？因为囡仔唔白啊，听大人咧讲。啊，去嘴就稍微讲出去啊！啊，讲出去，国民党的人，较早个干掉出嘴，一听到马上去报，啊，一报落去吼，第二天规口罩拢无去。啊，咱叫大家惊，咱叫人大家惊，所以唔敢反抗。啊，唔敢反抗了，伊按课本、纸课个拢甲你改、甲你改、甲你砍。所以咱若在30年出个、40年出个、50年出个，这下历史个留下有模糊的概念。以后70年厝会拢空气啊，对不？所以我迄阵好嘛无钱，我嘛讲避免啊。尾我来啊，家里咱这怎么样会上课？恍然大悟，啊，有影就对。哎，啊，出我那搞到日本名咧，啊，阮大阿嘛搞日本名咧，阮姊阿嘛搞日本名，爱讲客，这姓蒋，什么蒋啊你啊？哎，啊奇怪，
啊，我那不是，啊，咱拢不会想到。所以，人美国甲讲，啊，恁日本台湾人无啊，我是咪要交政款予你？所以，伊交你找日本籍的，你申请你借出来，我马上发一份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予你。这种身份证你摕去美国就较好用的，跟海关拢较好用的。你中华民国袂用用的，所以美国才教咱讲办身份证。所以恁今日去办，因为咱过美国，你若过美国，过中华民国呀。美国，我比如毋知秘书我甲恁讲哦，美国法院已经叫美国国务院的律师、中华民国的律师、咱台湾政府的律师三个叫我来，当场现讲。台湾政府应该要求美国甲中华民国诶赔偿，这赔偿真惊人呢！你嘛不听过较早美国一个黑人哦，去麦当劳诶先去食物件，迄位甲坐落去，白人随甲赶。你这毋是恁黑人坐位啊？安尼呐一句话，马上去甲控告，赢无赢？赔偌济？$2亿。啊，你若讲台湾人，咱台湾人有偌济人？迄赔落会惊人未？迄是破纪录呢。但是我甲你讲，你若要着要领着这笔钱吼，一定要有台湾政府的身份证，啊，搁刷落恁要有上课。所以讲吼，恁若无啊经济办啊，是大人啊个后生啊。兄弟姊妹，紧甲报，啊叫紧来，因为时间无久，咱今年要执行，有可能的话，到10月左右就可能没有了。无过，互恁上课啊，因为咱人拢满啦。因为美国要求4000名，咱应4000名到目前应该，我据我所知已经满了，但是咱还阁加一点嘛，因为以防中华民国派一挂失败来咱拿地。因为我们很早年的事情，就是那些中国国民党派来失败，哪里问啊，他就一道命令，吃饱的一边就退了出去，啊，退出去就跟他们说，没啊，台湾民政府没够人的啊，所以我们这边已经够，但是没有传播，我们要再加一声，4400左右，但是目前应该差不多啊，你们这些朋友已经叫他来，没维护啊，因为这影响以后你们的财产很严重，因为咱后边你是当民警，咱当有这个身份证，你也是无当民警这身份证，以后我们把它当作中国人看待。后边啊，当个人，咱用来一颗敢换40万，因为当初一颗敢换40万嘛，咱阵一颗敢换40万，无计分啦，对不对？较早一。咱那20000块应该要引爆了规栋的厝啦，但阵那40万哦，买一间别墅都买袂着啦，对唔对？所以无结婚啦，但是咱会做，一定甲做的，以牙还牙。哦，啊，你那无办这身份证，歹势，咱咪该当作中国人来处理。所以讲，各位爱赶紧报处理，把咱较搞的，哦啊，甲报达哩。大家知啊，台湾人知啊，进来办身份证，哦，这保障因的财产啦。咱不是要害人的，咱是要保障伊的，好来，咱就过来讲一句话。关于咱今日在大民众啊，执政了后，中国国民党遐是中国人要来样啊？咱过赢嘛，美国政权也交咱嘛。对不？啊，中国人咩样啊？住伫台湾的中国人咩样啊？是咪撤退到中国大陆？对不？啊，这为什么？这是咱过美国了，美国啥？这早晚以来发生的，所以美国人正巧，伊事先就安排好啊，叫中华民国去跟中国签约一个法，一个法签好了。第二天，美国第七队舰队就来咱台湾啦。
宣布主权。迄天签了，第二天就第七天就来咱台湾，咱无人知呢，你伫高雄呢，你宣示主权啦。迄是美国设的局，人家讲当初蒋介石美国要甲赶出去，迄阵二八事件，美国知影要甲赶出去啊。但是蒋介石就讲啊，我反共啊，你叫我反共，我嘛是反共啊。啊，你准叫我等于中国大陆，啊，我是温室的嘛。对不？啊！你讲美国，你拢讲人权、人权。啊！你阵叫我转去，我温死阿咩样啊？啊！所以美国无法度，迄阵才继续和蒋介石在咱台湾。但是美国真早伊用一招，所以伊未情况的时阵，伊就去中国大陆讲啊，叫中华民国去签一个法。中国咱台中华民国欢喜个呢？哦，敢伊真牛个，顶个唔知讲人识叫叫伊跳。签好了，美国第七感就是教育啊。伊就讲，恁来登记啊！哎嘛，甲讲恁国共和解，你要回去。伊在说啊，哎呀，没有啊，这里是安尼，所以爱登记对啊，平潭岛，甲对啊，金门马祖。所以现在中国大陆趁机拢拍金门马祖，因为金门马祖属于中国大陆的土地，是蒋介石当初一过来阵是一阵合法的，所以金马祖佫属于中华民国的。啊，所以咱即阵伊要登记着中国大陆，就甲囥个金门马祖甲平潭岛。啊，各位有感觉真趣味无？啊，你今要还登记啊？啊，为什么甲囥个遮？对无？咱伊冇故乡啊，对无？都在上海，都在上海，都在广东，广东啊！啊，都在内蒙古，都在内蒙古啊！都不晓得都伊啊，你讲还登记唔得着？人你何时了还登记啊？为什么你要甲囥个平潭岛？对不对？因为还藏在这中央艺术，这你看平潭岛，那阵啊平潭岛是狗不拉屎，鸟不生蛋的。这人家老的，去啊才熟悉的。你只要有去登去买平潭岛去有心灵的吼，一间厝免钱，中华卡，这钱这。建这汽车属于谁出的钱，你知无？你甲我，五人去宋楚瑜提钱也去的。宋楚瑜要做啥？做市长，提咱的钱就去，看无？你看金门妈祖去啊，才好势无？你若唔像恁家己去看嘛，无紧。金门妈祖去啊，才好势啊！迄个是国民党嘛知，人拢知，人已经传好啊。你无看咱中国大陆来咱台湾创一间公司，免担保，贷款十亿、二十亿、三十亿、四十亿、五十亿，安尼咧贷款，无担保拢没有。结果咧，头一个月利息拿到第二个月不拿吧，呆账。爱家长姓姓向的，嘛是姓在咱家的。好看，爱嘛知影，咱准备钱要搬回去啊，是咱台湾的公公搁咧听伊啊。这个平潭岛后边就是中国国民党也买大的。这人，咱若七成了，是毋要总搬回去啊？一定爱回去的。这是强制执行，因为咱台湾所有的军事拢美军占领伫个啊，是咱拢你拢唔知影尔。你若唔像你去较仔细去看美国学校就好，美国好处拢在增建有啊无？一人去几啊间哦？迄个啥？迄是美军要礼拜主题要读个。天母恁去甲看，天母美国学校恁去甲看嘛？看去几间？你国民党来我平潭岛，是卖纳税金？你卡岛外地啊，对不？我你等于平潭，我岛下个月回来未？不可能，对不？给你赶出去，无可能给你入来啊！所以你在那平潭岛外呀，你卡岛人的地。讲一句我歹听，共产党较早要甲你修理，修理袂了。你阵自投罗网，我哪可能无甲你修理？
对不？较早讲到国民党，讲咱党啊安怎样？你看阿强也要甲恁拍，咱党就惊甲皮皮抓，无人敢讲话。啊，其实是吼，阿强也是要拍枪，拍人家国民党的啦。但是伊袂讲伊要拍国民党的啦，因为国民党甲共产党两个是世仇啊。伊是要杀伊，咱台湾介入无关系，是伊要杀咱同乡。咱敢要杀了因老爸，爱杀了因囝？无啊。伊啥物杀咱台湾？无可能啊！伊是要杀国民党的，杀伊袂着。但是国民党正叫用中国的武力在轰恁只台湾人，安尼个啦。所以讲，咱伊外面挂咧半平南岛，伊打人的土地，共产党会胜利胜效的，会绝对百分百。你脚打外地啊，六岁金无？哎嘛，是不是安尼？好，来，你钱出来钱，你按台湾骗来的钱，偌济你来补来？来源？中国国民党摕的钱去中国大陆绝对无来源的，因为拢外国，是不是安尼？歹势，你无来源没收，对不对？这叫做报应。唔是无爱买布啦，是机未到啦。但阵时间到啊，咱今年恁看会到，所有的都没收，连出好嘢嘛没收啦。共产国家、这样国家是话变就是变啦，你无有法啦，对唔对？阿爸讲，老死在平潭，这是报应。伊要转来咱台，咱嘛无可能会转去。伊要飞去美国，咱飞会去。阿无去电话啦，阿要转来台，咱也无转来。阿台都台了，我无过去。阿要安怎？阿死在遐，你还要安怎？金门冒出嘛，同款啊，对唔对？所以讲，这是报应。我们今年之政，你们也看得到。哦，所以咱的为啥我讲，咱这个蛹要破茧而出，对，像蝴蝶一样漂亮。因为咱台湾要自由啊，咱要无共啊，咱要变心啊。因为咱国美国要赢，所以是咱台湾的福气。哦，啊，这是咱台湾的善良，应得的报答。哦，哎，我。